我只是低贱，失了尊严，娱乐恭维的亡国诸侯之女。我什么都没有了，都没有了，都没有了。沈初，无论如何你都不能嫁给太子，你有权得到幸福。幸福。 什么是幸福？看看刚才那些嫔妃，吃了我的心都有。不过这一切跟你也没有关系。你以为我不想好好生活，不想跟喜欢的人白头偕老吗？我努力了这么久，可是我什么都……沈初啊！ 子辰，在你心里，可有我半分位置？既然没有你，我从此各安天命。所真是你听好了，以后我是哭是笑，是苦还是甜，都跟你无关。总之，我前方跳进的是火坑，也无需你来操心。 你说什么？对，你没听错，离开这里，离开庭园，离开高都，对千真万确，我们远离这些是是非非，安稳的过日子。玄珠，你不要再跟我赌气了，你不想嫁给太子，我亦不能让你嫁给他。子辰，我。 不要说了，我都知道。让我们放弃这里的一切，往后的日子只有你和我。那我们去冰原镇好不好？好，都听你的。可是。 你现在是丽渊眼皮底下的近臣，你如何离开？还有我母亲，我们要是走了，丽渊一定不会放过她的。这些你都不用担心，我来安排。你等我消息便好。好，我等你。 人人都说梅山君嗜酒如命，竟也会有给人倒茶的时候啊！你此时还有心情说笑啊？啊！我就不应该解开你的封印，让你为所欲为，弄得一副病殃殃的样子回来，足足烧了一日。那我呢？我还头疼一宿没睡呢！我。小白，我记得没错的话，我答应给你做幅画。大人，我今日有空，来扶我起来，给你多做几幅。 少来吧你！这账我要算到他头上，都怪那王八蛋小春他。对，都怪那王八蛋小春。下次我见到这小春啊，我一定会跟他讲，这生气不能摔东西，嗯，摔东西也不能摔镜子嘛。九元，嗯，你找到他了？既然战书都下了，是时候该了结此事了。 也不急于这一时，急，能不急吗？傻站着干嘛？喝茶呀！快过来。再跟我赌气了！你不想嫁给太子，我亦不能让你嫁给他。让我们放弃这里的一切，往后的日子只有你和我。那我们去冰原镇好不好？好，都听你的。 玄珠，玄珠啊！哎呀，我的乖女儿，左詹事带来了太子殿下的旨意了。子辰他人呢？我让他先走了。太子殿下对你可真上心呀，说中元节之后去南路狩猎，特意为我们安排了行宫，还嘱咐左詹事安排我们早日过去赏玩，这两日就动身了。 我看，这太子妃你是当定了。哎，我说的话你都听进去了没有啊？我听见了，您说的对，女儿现在彻底明白了，我一定会幸福的。你终于明白娘的用心良苦了。 相信我，我没有当上皇后，但你一定会。嗯，把这些俗不可耐的画像都给本王烧了。诺。左青啊，有件事得麻烦你替我跑一次。殿下言重了，子辰在。本王自从见了玄珠姑娘。 便被他的率真所折服，日日夜夜都在心里惦念着他。所以本王特地去求了父皇。父皇已经允诺，本王纳玄珠姑娘为正妃，只待择良辰吉日，便可册立。子辰，你与玄珠姑娘素来交好，同为离国故旧，我看这桩喜事，就由你去宣旨，可好？ 恭喜殿下，贺喜殿下，臣领旨。辛苦了，迎娶太子妃这种大事，我交给其他人实在是不放心。你是本王最信任之人，交给你去做，最为妥当。啊，诺。啊，对了，不日就要到中元节祈福的日子了，玄珠姑娘。 如今已经是太子妃的尊贵之身，自当是行皇室礼，在宫中斋戒，与众嫔妃一同祈福。这次宣旨啊，你就一并将玄珠姑娘接到宫中安置吧。诺，臣这就去办。 见过二皇子殿下，左詹事不必多礼。你乃当今人杰，我理当国事相待。殿下谬赞。我与左治安氏要聊些国事，你们先下去吧。哦。 殿下，臣乃东宫詹事，理应避让其他皇子。左詹事不必多虑，我跟你说几句心里话，不会耽搁你很长时间。我听说，玄珠姑娘就要成为我皇兄的正妃了。可我记得在香曲山。 他的眼里全是你啊！臣只是一个区区的东宫詹事，怎能和太子殿下相提并论呢？不管你们什么关系，我也不想知道。但是我要奉劝你一句：不管玄珠也好，你也好，都离我皇兄不要太近，否则城门失火。 殃及池鱼。而皇子殿下，这……我只是爱财，不希望你有所损伤。应天顺时，受资明命。臣女玄珠，贤淑大方，温良敦厚，品貌出众，朕公闻之甚悦。今太子适婚娶之时，当择贤女与配。执玄珠待字闺中，与太子堪称天造地设。为成佳人之美，特将汝许配太子为正妃，则即日良辰完婚。钦此。 臣女，啊，玄珠定是高兴过度，这才一时失了礼数，公公勿怪。啊，那就好。中元节祈福在即，殿下命今日就将太子妃接进宫中，凤驾在府外候着呢。啊，哎，这个宫中的礼数繁琐，又众目无杂，殿下有几句话。明白。 殿下既然吩咐了，大婚之事由左詹事主持操办，那是自然的。什么交代啊？说来我听听。宫中的礼仪我都懂。秋华夫人，殿下吩咐，此话只交与玄珠一人。多谢公公了。 日后玄珠进了宫，还要请公公多多照应。哟，夫人，这是哪儿的话呀？到时候还要请玄珠姑，哦，玄珠娘娘和夫人多多关照才是。没什么事儿的话，奴才就回宫复命了。公公慢走。怎么会这样啊？子辰，我们是不是走不掉了？别慌，夫人请回吧。有劳公公了。今日先进宫管住丽媛，等时机成熟了，我自然会带你出去。当真？相信我。太子殿下的恩典真是一日胜过一日啊！前日才安排行宫。 今日就要接玄珠进宫了，我的玄珠啊，你日后的荣华显耀都有保障了，为娘也跟着你沾光啊！凤驾已经等候多时，玄珠姑娘即刻启程。还有啊，夫人，殿下既然另做安排，行宫之事就不必再提了。那是自然，左詹事请放心。 起驾！不要您的小命了，竟敢冲撞未来的太子妃！太子妃，你怎如此迟钝？这你都不知道？这宫里啊，可都传遍了。听说这太子妃还是以前王立诸侯的公主呢。 嫁给太子？你说什么呢？啊，没有，我只是在称赞太子妃娘娘的倾国容貌。走吧，快点啊！你先赶紧过去吧，逐一局见。行。站住！ 去给歌宫娘娘送素服。素服？你还在打李渊的主意？是又如何？你怎么敢贸然出现在宫里？你不要命了！你要给你父亲报仇吗？我不希望你再做愚蠢的事情。李渊根本不是你能对付得了的。他若发现你的行踪，他定会凌迟处死你。你赶快离开这里！没有回头的余地。 行为付出了代价，而你的复仇也应该到此为止，不要把自己也搭进去。你以为他只要一死就能抹去所有的罪孽吗？我，李国的所有子民永远都不会原谅他。我知道你不能原谅他，我也不能原谅你。他毕竟是我爹呀。有时我在想，我失忆的那段时间里边，我喜欢过你。 我想过要嫁给你，都是真的，没有半点假话。我知道，只是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。你喜欢过的那个叶岩已经死了。 我喜欢过的那个左子辰，在我的心里也已经死了。就这样吧，你不要管我。你执意要去复仇吗？靠近李渊，如果你定要报杀父之仇，很快就会如愿的。嗯，臣女还未与殿下大婚，与礼数实在不合，请殿下自重。别那么拘谨嘛。 见过太子殿下，玄珠娘娘。左卿，本王正有一件喜事要说与你二人呢。我这正妃啊，自从进了宫，就甚得父皇母后的喜欢。本王想着，不日就是中元节了。往年都是我一个人独居祈福，今年本王想携玄珠一同祈福。一来呢。 彰显皇室威仪，二来也是本王对未来爱妃的一番诚意。一事不妨二主，既然左詹事已经在帮本王料理大婚事宜了，那么祈福之事，你就一并安排了吧。臣女何德何能，实在不敢想此殊荣。别假意逢迎了，我们天元没有你们离国那么多规矩。左詹事，你说呢？ 既然是殿下的一番美意，又何必拘于礼数呢？臣女谢过殿下。这次就靠你了。你还愣着干嘛呢？中元节祈福可是大事，千万不能出差错。知道了，那你还不快去准备准备？ 一会儿还要给太子殿下更衣换素服呢。左瞻侍，见过玄珠娘娘。左瞻侍不必多礼，太子殿下有何吩咐？太子殿下吩咐中元节祈福一事。你们先下去吧。诺。 子辰，你终于来了。今晚，所有人和帝后一同祈福。戌时是守卫最薄弱的时候，待所有人祈福完毕。你拿好这个令牌，从南门出宫。南门的侍卫我已经帮你打点好了，那个时候会有一辆马车来接应你。那你呢？ 你如何离开？放心吧，我自有办法。等我处理完最后一件事情，就去找你。好，我等你。玄珠啊，今晚你一定要离开宫里边。我若是晚了片刻，你便不必寻我。无论如何。 你要好好的。现在什么时辰了？刚过亥时。知道了。祝你学有所成。谢谢父皇。主医局管事求见。 参见太子殿下。元律，谢殿下。给殿下换上素服。左瞻侍求见。 让他进来。见过太子殿下。我的太子妃呢？启禀殿下，玄珠娘娘已经在侧宫等候。好。为天下亡灵祈福，乃是我朝最为盛大之事，万不可有丁点闪失。 还没好吗？还不快点！太子殿下宽恩，这小丫头初到我局里，笨手笨脚的。哦。新来的。不知为何，总觉得在哪儿见过你。殿下，宫中的宫女皆是一般模样，肯定没有殿下您见过的艳雅四座，惊艳群芳。也许是吧。 殿下，素服可合身？合身。退下吧。诺。你也退下吧。诺。姑娘，子时一到，这城门便关了，可就出不去了。子辰怎么还没有来？姑娘，您还是听公子的，咱们先出宫再说吧。姑娘坐好了。这就是你的计划？不用你管，把东西给我。 太子今晚祈福，东宫的戒备必定很森严。你这么去，无疑就是送死。我跟你说过，我断不会放弃。上次在东院凉亭，你一箭射到丽渊的心脏上，她毫发无损。你还想怎么样？所以我才要在中元节下手。 站住！干什么呢？南门出宫，南门的侍卫我已经帮你打点好了，那个时候会有一辆马车来接应你。那你呢？你如何离开？放心吧，我自有办法。等我处理完最后一件事情，就去找你。 我等你，玄珠啊！今晚你一定要离开皇宫里边。我若是晚了片刻，你便不必寻我。无论如何，你要好好的。 停车！你若执意不想还给我，我也不勉强，大不了我再变一个，只不过是费时费墨罢了。燕燕，你为何要一意孤行？是他，你竟然还叫他爷爷，你果然是为了他。青川，为什么你总是阴魂不散？既然我阻止不了你，那这个纸人就由我来放，因为只有我能靠近丽渊，这是我左家欠你的。 更是我左子辰欠你的。你欠他的，就要用自己的生命去还。那我呢？你又该对我如何补偿？不行！玄珠，你不要误会，我是来拿东西的。你们刚才说的话我都听到了，每一句话，每一个字。 你说你要处理完最后一件事，竟然还是他。子辰，难道你忘了吗？是谁杀了你的父亲？你竟然还帮着他！子辰，我不会走了。 你不能留在这儿，你必须离开。就猜到了，你做太子占事是为了他。那天你说你要带我走，我竟然相信了。我现在才明白，你不过是想排除我这个障碍，好为他去计划。玄珠，我跟子辰是今天才遇见的。 燕燕，你总说我活在过去，其实真正活在过去的人是你。你如若一直这样，我们都没有办法解脱。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把纸人给我。 不可能，子辰，你还不明白吗？不杀了丽月，不完成他的复仇，我们三个人都不会好过的。把纸人给我。纸人就在这儿。 你要拿走他，你也会死。死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我现在生不如死。启禀左占事，什么事儿？殿下吩咐了，让您看看玄珠姑娘来了没有。若来了，将她引入东宫。 好，知道了，我这就去离本殿。诺。明日一到，必须有人带着纸人跟着丽媛，而我可以。 明日中原，天清地肃，更是我的母难之日。 每到此时，我都会闭宫清修祈福，外息祝愿。无关人等自然都要回避，然而你却不一样。以后每年的中原，你都要陪着我。殿下，我们这是要去哪里啊？殿下，你们觉得那个玄珠靠得住吗？你们三个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这可是我的万里江山，江山基业啊！说交给玄珠就交给玄珠了，万一他倒戈了呢？死了呢？逃了呢？完了完了！我卧薪尝胆，忍辱负重这么多年，就要毁于一旦了。从小到大，玄珠想做的事情都能做到，不用你担心。 此处是。往前走，你就知道了。有了，他不在东宫。没错，跟我想的一样。 你是真的愿意当我的太子妃吗？能嫁入皇室，是臣女至高无上的荣幸。如果有人要处心积虑的偷偷谋害我，你会怎么做啊？殿下至尊至贵，天赋命格，卑贱之辈，穷极心智，想来也无法伤及殿下分毫。我是问。 你会怎么做？臣女臣女定当以身护佑殿下万全，舍身忘死。舍身忘死。北三所，昊天殿。昊天殿。是，他曾是我们的皇家书院。 有居过本朝的一位废太子，但他最后横死在里面，所以昊天殿从此就被废弃了。快走吧。去准备吧，诺。张大人，今日跟你说的话。 阁下可都记得了？哎呦，你都唠叨一下午了。放心，我定保你没事儿。他也要没事儿啊？对，他没事儿，那你自己小心点啊。那我就只管他，不管你了，这样总行了吧？哎，九云啊，你可千万别有什么闪失。我还想等着跟你喝酒，喝到天荒地老呢。一定。嘿。 进去。走。海妃，本王忘记了，爱妃今日不便饮酒。唉，本王一向喜欢热闹，无奈每年总有一天要留在此地清修，这因没人呐，实在没趣。 还好有你在，以解本王的烦闷。进去看看。